大家好，我是爱原神。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《星穹铁道 2.41 一条龙成就书籍宝箱战利品碟片仙舟罗浮幽球玉全收集》第一层。是 2.4 版本新地图的宝箱成就书籍还有碟片的一条龙全收集。首先我们打开小地图，来到新地图幽球域一层的最左侧的真恶门传送点，传送点出来之后我们往前，然后进入前方的大门。进入大门之后我们往地下看，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板，我们来到不一样地板的证件。好，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板，我们来到证券正中间之后，我们立马回头再来到这个大门的中间，然后让它夹我们一下。好，这个时候获得成就。接着我们打开小地图，来到我们最上方的一层最上方的传送点，传送点出来之后我们往前，在前方门柱子旁边我们就能够看到一个宝箱。我们打开这个宝箱之后，在我们的右侧这里有一个入口，我们进来这又是一个瑞凿六合我们的魔方，然后我们调查。我们先点击最下方的这一个，我们点击一下，然后上方出现一个蓄养，我们点一下，然后再点击最上方的，然后出现一个蓄养，我们点击上方的这一块。一本实力的游戏，我喜欢。好，然后我们打开宝箱，打开宝箱之后我们再传送回我们刚才最上方的传送点。传送点出来之后，这次我们回头，然后在我们的右前方有个向下的楼梯，我们走下楼梯之后一直往前走，还有一个向下的楼梯，我们再下一层。再下一层之后继续往前走，在左侧有一个条小道，然后我们走这个左侧的小道，然后走到最前方就能够看到一个宝箱。打开宝箱之后我们回头之后，然后我们往右拐，走过桥之后往右拐贴着边走，然后这里会发现一个机场鸟，然后我们修理一下。一来之后我们先点击最上方的绿色，我们这个逆时针旋转一次两次，然后再选择最左侧这个绿色，我们顺时针旋转一次两次，然后再选择最上方的绿色，我们顺时针旋转一次。让我们点击调查，让我们跟着小鸟往前走。好的，一个180度大拐弯，我们跟着它上楼梯。好，到达终点，我们拿下这个宝箱。拿完宝箱之后，在我们的就是北方向小地图上方，朝这个方向往前，在我们的右前方又是一个瑞凿六合魔方，我们调查。接着我们选择最上方的这一块，然后我们点击一下这个虚氧叠一块，然后选择最中间的这一个叠一下，然后这个最下方的这一块我们点一下，然后再叠一个虚氧。一本实力的游戏，我喜欢。让我们打开宝箱之后，然后我们回头之后往左拐，然后再拐一下，拐过来进来之后，前方有一个楼梯，在这个楼梯的右侧这里有一个宝箱，然后我们再回头身后有一个入画，我们点击一下这个入画。上来之后，在我们的右前方有一个操作台，在操作台上有一个书籍，拿完之后，然后在我们的看一下南方向小地图下方，在我们的左前方能够看到一个宝箱。打开宝箱之后，它前方的就有个调查点，我们点击调查，
这个操作台有个调查。然后我们总共要抓三个犯人，然后这是要跨地图的。然后我这个标明了这是星号C啊，记住了，这个是星号C的成就，不要跟那个正常的成就给记错了，就是要跨越三个地图的。然后我会最后跟另外一个成就，然后带你们一起去集中去一个地方，所以千万不要忘记了或者记错了。对话完之后，然后再让我们的看一眼西方向小敌的左方前方还有一个入画，我们再次点击一下。出来之后，然后再让我们的就是西北方向小敌的左三角在它的后方，我们可以从右侧绕一下，在它的后方这里是第一个犯人，然后就是星号C2，就是星号C2。好，对话完出来之后，我们就这个方向往前，然后贴在我们最左侧，贴着左侧往前走，然后前方会出现一个俯瞰的这个调查，我们点击一下，然后这又是一个成就，你可以选择我立刻凝视，选择立刻凝视，然后这也是选择不同的选项之后能够获得不同的成就，然后退出来直接获得成就。退出来之后我们回头回下头，旁边就是一个宝箱，然后按宝箱之后看一下我们的右侧，这里有一个单笔，在它的旁边又是一个书籍。拾取完之后，在我们的西南方向小敌的左斜角朝这个方向往前，然后走到最前方的墙边，走到墙边之后我们往右拐贴着墙边走，哎，然后这里这个箱子里能够看到一个书籍。拿完之后我们回头，回头在我们的柱子左侧，在这个柱子左侧有一个操作台，在操作台的旁边又是一本书籍。接着我们打开小地图看一下，我们现在是五个战利品，然后再打开一下我们的成就，看一眼在我们的瞬息欢愉，这是一个成就，然后与你同行的回忆，这是一个成就。接着再打开我们的书架，找一下我们仙舟罗浮，然后我们往下拉就是这三个金，还有一个最左侧的这个让我不小心点到的，就叫什么新伦第什么号，它的航海日志，记住就是航海日志，这总共四个星。